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下午好。今天呢是2021年5月18日。今天的第一条新闻由 SH48 Team S2 的并主贤为大家进行播报。现在请看大屏幕。好的，主持人，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进行播报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 SH48 第八届总决选宣言拍摄的现场。现在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。为什么会激动呢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选。但不出意外的话，这种绞尽脑汁又说不出话来的时刻，我还要再经历7次。第八届总决选，大家知道这代表了什么吗？你们可以看一下数字八，数字八呢，它是两个圈圈组成的，而我呢，也恰好叫圈圈。那今年圈圈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圈圈的目标就是进圈呀。那现在我们就把镜头转回演播厅吧。感谢现场发来的报道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8月7号再见。世界的48种可能，我是每一种可能。